哎，摩西。嗯，你好啊。好，不要叫摩西，很难听呀。Moses， 这样摩斯，这样听起来比较好听。哎、嗯，可以吗？我现在可以了啊，行了吧？一个人如果看起来好看，穿什么都好看。你就是说我好看了吗？那当然了，我们不好看，哪里要上这个节目，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开开心心跟大家讲一些行善的事情，讲一些牧灵的事情。那细节呢，我请我们的 Dr. William Wang 呢做一个开场。I'm William Wang from the Singapore Kindness Movement, and this is my friend Moses, and we are going to co-host a new program. 这个节目是叫做为善最乐，就是说做什么东西呢，你只要有一种善心，你只要对人家好的话，你看到对方很开心很满足，你自己就有一种满足感，那我们整个社会就很和谐，很开心，很和睦了。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甘崩精神献出来。每一集我们会请不同的这个特别嘉宾来分享他们在这些牧灵的也好啊，行善这方面也好的一些精神、一些经验，然后大家互相的交流。记得收看哦，2月8号上你我们行善运动的网站，也就是 YouTube 还有 Facebook 就可以看得到了。Do join us to watch, be kind, be happy.为善最乐，2月8号，记得看哦。